性感主播在线脱衣，我要换衣服了。冰蹦，换好衣服啊！现在东西收好了，我们也要准备走了。首当其冲的是，我得下楼把防滑链给装了，不然你哥拒绝开枪。给大家看看啊，什么叫做性感性感主播在线装防滑链？抽是 K 桶，衣服你先拿放底下，或者圈你的放进来。OK， 我上次装也是按照他的 instruction， 但是觉得没必要。我怎么看不到那个头啊？哦，看到了。On the upper part， 就是往车上。你这个车轮让我有点难拴呐。对，就是扣住。等一下，我先扣住先，你再讲下一个。OK。然后会变 red for the yellow sign， 红锁配 yellow sign。红锁拉不过来，红锁的，等一下，你拉着这条。红锁是 yellow 还是 yellow？ 等你，我说你拉着那条线。怎么发现红锁被 hook 上了？如果他说红锁是这个的话 ，I can tell you we cannot hook it， 把这个锁。那你，我感觉我们被宝马的 GPS 给坑了。刚刚我们只是导要去 Verona 的路，结果发现他让我们翻越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今天千万我们到 Verona 的酒店啦！今天我跟米哥真的是日了狗，我们订的酒店呢就是过到这边来，发现它这里是个步行街，车开不进来。然后我们说 OK fine， 我们先去还车，还了车再说吧。然后结果发现还车的地方今天中午一点就关门了，我们当时定的是七八点这个时间段还车，结果他其实中午一点就关门了。 Nobody tell us。 我跟米哥等到天荒地老快睡着了，我们的饭总算来了。这是我的海鲜面，意大利面的精髓就是 cheese。我吃饱了，也困了，我要洗澡睡觉，脖子好痛。起床了，我觉得昨天是折腾的太晚，我人醒了，我精神还没醒。维洛纳一日游，我们不想太累，虽然想要军事化一点，可是还是不想太累。嘿，对焦呀，他为什么对不上？对上了吗？好像这相机被我摔多了就没用了。现在我们出门啦，你搜到了吧？我们要去今天的第一个景点，我忘了第一站的名字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一个城堡。啊，算了，不录了，我们到了再说吧。是不是就这个了？你说话太丑，我不需要听。主要是要看里面，要看内涵，那估计就这个了吧？我操，那边好像好看的样子。等等，米哥看到这城堡嫌他丑，我觉得，嘿，米哥嫌这个城堡太丑，觉得英国的监狱都比这边的城堡好看。
我觉得佛罗伦萨肯定会比这边好看很多吧。两位观光客，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收门票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城堡很还丑哎，可以去朱丽叶她家吗？朱丽叶她家在另外一边，我们先把这边的景点逛完再过去会比较省时间。一定要进去吗？我无所谓，我们去哪吗？它是 museum， 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个地方拍照？在这拍吗？对，我觉得其实那面墙还挺好看的。蹲一点，谢谢。先退，要蹲。好，你快点。好了。你是按连拍的吗？那我按连拍。你稍等一下，我来从上面拍照，有人往后走一点。开始拍了啊。好了，我来检验一下你的拍照功力。这是一张，这是一段，我觉得这段好吗？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我帮人拍照斜腿长的方法，就是你人一定要蹲在地上，然后底下往上拍。如果你们有要求你们的那个男性朋友，你们的罗密欧啊，说罗密欧不太好，这是悲情故事，要让你们男朋友帮你们拍照，要把你的腿拉到那个正无极那么长的话呢，让他蹲得越低越好，甚至躺在地上也可以。 I need a 地图一号。其实我们来这些景点真的就是为了照照相而已。现在呢要去他们的圆形剧场，其实 Verona 就是古色古香，觉得这应该就是跟什么上海什么南京路这种有很像吧。就这里吗？我们说的就是没错吧。嗯，这280亚，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前面那里啊，我们可以在附近逛一下啊。这条步行街好多吃的，有好多这种小摊。哦，有案板，哦，有就切菜板，但是带不回去，我的箱子已经很重了。我看着好棒哦，好想买一块啊！切菜板那么放，你箱子装不下了先。对，我箱子装不下，不然我肯定要买。这是圆形剧场。哎，对对，就刚刚那角度，你不用再扭回来了。哎，米哥呢？米哥在这，我帮米哥拍照啦。腿啊，你面对我，就朝我借的这个腿，对，聪明。回头，背挺直。然后头稍微往后一点，对了。腿再放松一点。整个人往后倾一点，可以，好的。要再拍，我人再往后一点，就是上半身要再往后一点，但是这 OK， 不用删。那我来个背面的好了。哪个？这个很有感觉，你不觉得吗？是的，好，游客照完成。Guest House， 然后这一段路好好看啊！我觉得这楼好好看啊，就这一家，好多狗狗啊，汪星人，是法斗大会吗？好像全都是法斗。哎，这个不是，我们之中混入了奸细，是这里吗？好像是哎。是 Love War 吗？哇、哦，好多图图画画哦！那我写点什么上去，不是也没有人知道了？天哪，好多人！我感觉我在这里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我也要去摸他的左奶了，是左奶吗？右奶。第一点，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OK。米哥看镜头，前倾一点。朱丽叶的阳台。不上了吗？你想上吗？有点想上哎，我刚被他们拍照，好好看哎。那我们得一个个上，不然谁在下面帮你拍？也是个上不上吗？不然你先上。可是要买 ticket 算了吧，就没什么好看，就是一个阳台。OK， 就上面其实就是一个阳台，就要买票上去。我家有阳台，我家有阳台。我对这个窗花感觉到很有意思。我们要逛一下 gift shop 是吧？嘿，开心。我们真的是走马观花，因为我们就一日游，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要就留下纪念的。下一个目的地是香草广场，这好好看，它可能会有那种下雪的效果，你知道吗？哇，这个楼真的是很好看，好好看。就看有什么吧。哦，有板栗，想吃板栗了。那是国内的板栗，又香又甜呢。
这里就是香草广场，就是个类似于小集市的地方吧。Come on。哦，这个我是有买了。是不能拍、啊？没有说不能拍吧？拍照不太好，我可以截图给你，刚刚录到了。我是有买了一件，然后有什么法拍一下，做跟我男朋友剪头发，发现全部都是其他。他买了个大鸟围裙，他都在意大利买的。意大利是对这方，啊，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我们那个房子里面给我们吃的吗？可是这个是什么？伊勒梅卡多迪比亚斯埃勒贝勒皮拉苏瓦奇达，我应该又读错了。你们要是意大利文好的话，不要嘲笑我，毕竟我是个才来意大利几个月的人。一直往那边走。罗密欧和罗密欧干嘛？看上去是罗密欧和加菲。你想，好好看呀！虽然昨天晚上对维罗纳的印象不太好，但是我感觉今天看起来维罗纳真的很漂亮哎，好多壁画。还有壁画？那，哇，这好好看，这真的好好看，我的妈呀，这些壁画绝了。哎妈呀，我觉得维罗纳到处都好漂亮啊。这是卖酒的吗？我每次看到这种小黑卖酒的地方，我就特别兴奋。我操 ，Cuberon， 大家，我跟你们说 ，Cuberon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墨镜品牌之一，很贵，但是他们全都是手工的，居然这里有 Cuberon。哇，对 Verona 的好感又上升了，因为我看到了 Cuberon。对，这个就是他们埋，他们就是每一个宝盒都是他们家族的人这样子的。是上面就有尸体吗？当然了，那就是他们的棺材。哦，真的有尸体啊！棺材，旁边去揭开，我看到里面真的是有。Hello。哎，这段人很少。刚刚有个人身上喷的是 Tom Ford Cafe Rose， Oh God， 其他香水我也许会闻错， Tom Ford 家的香水 Non Impulse 壁垒我绝对是认的是对的。什么 Seattle Romano 一个博物馆和一个好像古剧院类似的东西，哇哦，相机没电了，又重新拿出了我的手机拍拍拍。哇哦，好大！沿着路走，有点破破的。哎，这种历史的地方，你还指望它是新的吗？今天的倒数第二站，耶！啊，这个剧场就是适合戏多的我啊，我就适合在这个剧场里面演戏啊。真的好漂亮，妈呀！是真的一小块一小块瓷砖拼起来的，我真的好累啊，好想抄袭我，我就想抄袭你。画作就是画的他这个剧院的样子，还是蛮帅的，好好看。Hello， 来来来来，实力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东西，叫拐角体，你走。拐角体，前面这个弯道是个拐角体。这纹理真的做得好好。
今天的穿着，我还在给你们看一眼我今天的穿着吧。也就这样，这么冷的天，我还把我的腿给露出来了，我的腿都冻红了，看到没有？腿都冻红了啊！我又没有带丝袜，然后你哥居然也没有穿丝袜的，洗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二手，180刀，兴奋，然后手套，噔噔，新买的，开心。我冬天真的没手套死，而且呢，长手套用不了手机，我就喜欢用半只手套，好歹也能保一下暖，是不是？啊，今天一身真的是驼棕色系，喜欢。我操，我这里真的看上去超级好看的，靓丽。给你讲一声。不容易，结果上的都是你哥的，他想饿死我吗？这鱼看着好棒，我插一口啊。嗯。呀。非常好吃。嗯，好吃，你这鱼真的好吃。我昨天点的也是这个鱼啊。但是你这个鱼真的吃起来超级好吃，可能做饭吧。昨天酒足饭饱，我们要去最高点，来俯瞰 Verona。哇，好好看的小门儿。山腰看 Verona， 哦，真好看。这大景点不多，但是这种小地方还是蛮好走的，走起来很漂亮。我刚刚没有拍，然后我们在那个崩的别的喽那个桥那边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兔头，它是完全用好像是什么麦穗汁还是什么东西，就是 straw 做的那些首饰稻草啊。他做的那个好漂亮啊，真的好漂亮。然后但是他不收卡，只收现金。然后刚好我们是明天下午才走，明天早上还有点空，所以我们就打算明天早上就是买几件那些小首饰。太漂亮了，一个金拱门，它上面是一个金鱼的肋骨，然后说是正直的人呢走过去，然后这个金鱼就会掉下来。但是请你看看上面的 cable， 我怀疑它是拿钢筋来拴着的。但它也不会掉好吗？绝对掉不下来。我说我得正经到什么程度，我才能正直到什么程度它才能掉下来？行了，可以敲我来呢，敲我来。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正直，它掉下来的话会把我砸死。高空坠物不可取。来，来来来来来，你先过去，我看看你正不正直。米哥来，测试你的为人的时候到了。然后你在过呀过呀过去了些呀，并不正直。骨头。OK fine， 我希望我不正直。好了，我实锤是个不正直的人了，笑死了。他拴得那么紧，很明显就不正直啊。这样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腿上好多伤，都是滑雪摔的。这个是我自己知道，就是因为有一次在没控住速，然后在那个道上摔下来脱板了，然后板就直接一头砸腿，一头砸肚子，这里是砸的，这里不记得了，这块不记得了，然后这里也砸了一块，忘了什么时候砸的了，反正摔得挺疼，估计看呀。我今天出门走路，这个脚磨了。然后指甲顶到了，这只脚是脚底板磨到了，多忧多病身。然后膝盖摔伤的一，摔伤的二，摔伤的三，摔伤的这好像是被冰滑的四五四。滑完雪才发现啊，原来我滑雪淤了这么多的吗？好了，我可以回家清点伤口了。好了，开始剪视频了，不闹了。